联盟了，开始了，选一个名字，然后你自己画出来，把这个人画出来。每个人都要画，每个人都不认识。画。这太难了吧？这咋画呀？我看懵了，我然后你把这个玩意画出来之后，你就点确定，然后就交给别人来猜。但是我感觉这好难猜呀，你们猜的话，你们要怎么样才能猜？只要猜的差不多应该就行了。啊、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黑屏，你给我画的是啥呀？孙悟空。柯德比，你真的猜一下吧。柚子是啥？柚子，你这画猜的比我都少。是。嗯。猴子。都是英雄是吧？是的。这不是一起猜吗？是一个人猜一个人的是吧？你不管你出现了什么图，你就猜谁的就行了。然后全部都是英雄联盟的英雄。全部都是啊，崩溃了要。小啤酒要气死我画的。我疯了，我真的。我不知道画什么。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画什么。我也不知道画什么，我空白的了。疯了，就这样吧。狮子狗啊。你这和你上一个那个很是不一样的吧？这个谁猜的我的呀？还好吗你？我不知道谁猜的我的，小白猜的我的吗？哎，我猜的这两个还挺好猜的，我猜的这两个。我不知道我猜的谁的。就下边，你左边那个名字就是别人给你的，右边就是你给别人的。哦，那小白你受苦了，小白。小白狗也受苦了。那我这边是橙子吗？应该是你的给我的吧，我是给团的。应该是。好的，这个很简单。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但是这是个东西。这应该能猜得到吧？我不管了，我没时间了。我仿佛知道柚子是个英雄的名字，全名叫什么？咦，啊！这个笔在哪换颜色呢？还是换不了吗？
我要崩溃了，我真的要崩溃。放心柚子，我会画特长生。不是你画的好没用，我猜得到，我画的不好呀，我崩溃了。饼画的我也一个都没猜到。不是，我就想问橙子还好吗？你这是什么鬼？我这一题你必能猜出来。画的像不像？还需要画几轮呀？我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。这是啥呀？这小甜酒画的？你这画的是个啥呀？又是，我真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什么呀？比你猜不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小白，这个东西欧老师给我画过，我看过瘾，然后我画还忘了怎么画。他也总共有多少轮啊？我崩溃了。还有一轮，好像还有一轮。英雄联盟里面有叫那个什么？哇，没了没了没了。主要是不知道那些英雄叫什么名，就不好猜，就知道他不是点。别吧，还这样公布吗？还这样公布的吗？我崩溃了。机器人。机器人。哎，你这是。这下好了，全歪了，全歪了，所有人都去猜机器人了。裂了裂了。谁会唱到谁会唱到辛吉德呀？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你就直接输炼金就行了，只要让别人知道这个形容词，然后别人就会照着画。这下好，后面全是机器人了。不会没猜到吧？没有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好偏了。我的手都伸这么长了。不匹配，不匹配。从我开始就开始跑偏了。死了！你怎么猜到的机器人啊？我就感觉那像个钩子在抓他。啊！远了。因为我认识的英雄也比较少。给你一个好作品。最爱的画作。欧老师画的很好的。谢谢。完了完了。完了完了！我根本没画到这个英雄。有这个东西吗？我没画到这个东西。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吧？完了，没了。为什么是稻草人？这怎么猜到的稻草人啊？不知道。牛批啊！这画的就是稻草人嘛？太离谱了！你看画的很像个稻草人的头，你知道吗？我画成这样都猜对了，稻草人啊！哇，这个很像。哦，你这个画的好啊。我说了，老欧画的很好，我没猜稻草人，我猜的是。他画的很好，你为什么不猜？末日使者。他的全名叫末日使者呀。是的。他不叫稻草人。要猜名字，不能猜他那什么。全名吗？笑死了。要写全名啊。对，就是游戏里面的名字得。对。不用写全名，谁跟你说这？只要前面 就前面的那个英雄跟后面的你们猜的那个东西是差不多的就行。有这个英雄。莉莉亚是啥呀？莉莉亚是这人是谁呀？我知道是个鹿英雄啊。你这个那个鹿。这。莉莉亚。完了完了。哇，这个牛皮啊。这个画的好。完了完了。我这个好好吧。不是笑死。对不起，我这是我画的。真的狐狸，我没谁了。这什么？冰完了。这又是啥？精彩，精彩。不知道。有点子这个英雄吧？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被吓死啊！我不知道，我还问你呢，我有没有脸不这个英雄？笑拉了，我直接。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我笑死！哎呦，我真的。哎，这个我好像看到过。这个我反正是猜对的。我感觉这个游戏，这个应该这个到我这儿就不是这个词了，好像。啊、反正我没有见到过这个，我没见过。我没见到过这个。我没见过这个，反正不是我拉垮，我猜的是猴子。猴子，
我跟你说，花顶香，我跟你说，有这个眼球吗？咋了？我说眼球，我说。我都不能入侵联盟的人物吗？为什么有个猴子偷香蕉？我呆了。哎呦，我真的太离谱了，这也能错？哎，我的妈呀！这太离谱了，我真的太离谱了。那饼给我直接误导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让你猜英雄，谁让你猜过程了？离谱了，猴子偷香蕉，完了，这个离谱了，真的就直接带走，这个可能有点离谱了。这个应该再给他前面画个小英雄的话，好猜一点。你应该把脚画长一点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一开始我画的啥呀？我都忘了。肯定猜的狮子狗。因为我看到草了，我就想到狮子狗了。我也猜的狮子狗。后面画的都是狮子狗。后面画的全是狮子狗。你这个真是真的狗。这个发型略显潦草。画的好啊，团。海盗狮子狗。狮子狗本来就只有一只眼睛。汪。汪。汪汪。哦。我好怕你会猜一个柯基啊，完了后面全是狮子狗了。对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哎呦，还好。哎呦，但是还是没猜对呀。没一个匹配的吗？没有一个。我的这个你别想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画啥。如果是我画第一个，那绝对不知道是什么。耶、yeah!完了、啊，没见过这玩意儿，啊、根本没见过这个，这个不是雪人吗？是雪胡萝卜，他为什么有胡萝卜？因为雪人鼻子上有胡萝卜，他拱个球啊，技能嘛。哦、旁边已经下雪了啊！对呀、啊，新蛋子，莉莉亚是谁？完了，后面全是这个东西，雪人变成螳螂，不是雪人变成莉莉亚，莉莉亚变成螳螂，雪人没人猜出来，所以他画了个新的词，猜不出来，没人猜出来。哦，对哦，哎，橙子，你这有点吓人了，多明显的雪人呐、啊！你还不如直接画一个雪人就行了。还有谁没有展示？我的啊，冰鸟。哎，这个我见过。我是真没见过。我见过，可以啊。这个我也没见过。他的画的可以啊。他的画的可以啊。可以啊，画的这个画的可以啊。我就认识这一个。这是到谁然后就变了呢？问题是没见过，没看到过。这画的可以啊。挺好的呀。你看到过，橙子，你看到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画的可以啊，从谁那里变歪的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他有颗蛋，你知道吧？他的蛋是复活的，知道吧？变成螃蟹了，螃蟹，我猜的螃蟹。你这个厄加特转变的真的是我措手不及。你为什么不画鸟嘞？是还有一个谁没展示？柚子。我吧，我先去耳机了啊！我先去耳机了，你们先喷。你画了什么？看看你画的。啊啊！我没见过，根本没见过。没啦！天啊！这啥呀？
可以的。我笑死！我说怎么会有亚索？就离谱！哈！懒才是聪明！哎呦，离谱呀！能不能太英雄啊，老？难英啊！我不认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应该这太离谱了，没了，应该没了。完了，这个灯笼怎么画呀、啊？你这不是说出来的吗？哦，推迟。我觉得我画的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我要是这贼猜不到，我也觉得我就看不起他。你这是啥玩意儿、啊？这藤子你画的啥玩意儿啊？团这个是叫啥来着？这个叫我知道是谁，那个拿棒子的叫啥来着？忘了。这个叫啥来着？怎么又是这个呀？我的就特别简单，人每次都。是不是画得很好？一看你就知道，那太棒了！我这个画画的技巧，这啥？长得像个猫，旁边还有草。猫旁边有草，地底下还做个盘子，是个轮子，是只狗。啊！又是四只狗。完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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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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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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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个画的好，谁呀？画这么久？怎么感觉这么多同样的画呀？
完美，一个字 perfect。 给画怎么吗？开始了吗？没有。这这是啥？看你们画画我都看饿了，真的。我画的是个阿团之前金条来的英雄。没啊，锦服。学习一下这个怎么画的。我这个很精髓、哦、很精髓。一会儿让你见识一下我们。但是我没有画到这个东西。我也没有画到这个东西。你画的是啥、啊啊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从我这里就那个了，不知道谁。冰霜之锤，这是什么呀？冰霜锤，为什么要拍装备？我也没。他给我的是雷神之锤，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波比，我猜了个蒙多，蒙多。离谱了，离谱了。这能不能对一个？为什么他要这个赛后要把这个全放出来呀？对呀，要看过程呀，要看过程。阿团好眼光呀！哼，就你这个画的最好。这个画的好啊，我猜中了。这个游戏汪队，这个游戏汪队，猜对了，这个应该都猜到了吧？这个应该对吧？嗯，不会没有人猜错了吧？这么多毛吗？我赶紧百度了一下，它确实有这么多毛。你那个时钟画出来就已经可以了。是的。老王，你这左边画的是什么？老头。像一个骂的，我也觉得，我还把钟给写反了。你这个三，我都没画钟，我画的老小了。你是在这边吗？你这个三，把钟写反了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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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柚子，完了。柚子，你画个屁嘛，柚子。跟狗柚子乱画、哎、最后一棒，真的最后一棒，绝了绝了。人家都是石英表，你非画个电子表。没有，我想的是一二三四能看出来，没想到啊。我以为你是一二三四扔的。我牛逼。又是这个，怎么你们要笑了？这个不会错了吧？这没学到是吧？这应该不会错吧？这是简单易懂啊。这是狮子狗吗？这是赛亚人吧？别照不照搬是吗？这样的我是一个人的主画，照搬一毛一样，一毛一样你俩画的。这个有希望，这个有希望。完了，我觉得没希望了。美苏死在黑皮这了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只想知道这个谁遇到过。我没有。这是谁画的？光画好处了，其他的他不画。我王小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只有一只腿。主要是写了这个王吧，我终于对了，终于对了。对了一次。我、啊、你看这个草丛。不容易。赢了一次，竟然。给你这个。开始了。这个我没见到过。啊！这都能猜对。哎
很稳。可以，这个 W 可以。这，然后就啥？黑皮就离谱了。这没了、我猜的。你这是干啥的？没了都是灯吗？我的天，灯太阳太阳女神，我都傻了，我画了个太阳。你为什么要画太阳？太阳女神不是我意思，他发的多你知道吗？太离谱了，我真的。按理来说我猜的没毛病对吧？黑皮画画跟鬼一样。黑皮是那鬼。谁在黑皮后面谁倒霉。离谱。但凡能猜出来的是真牛逼。这谁能猜得出来？完了，从第一个就开始不行了。这从第一个就跑偏了。这是什么？没见过。这根本没见过。这个我真的选完以后就忘了他长啥样了。我说我猜过锤石，怎么又来个锤石？我又画了个灯笼。我猜了两个德莱文，真的，我画了两个德莱文。我画了两个锤石。我纳闷怎么这么多锤石。哎，我受不了，我猜了两个锤石，画了两个德莱文，我呆了。哇塞，你赢了。嗯。然后这波黑皮第一个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黑皮不能画第一个，画第一个就直接跑偏了。你还不如画条狗呢，就是画条狗，嗯，有道理。画条狗，我估计也猜不出来。有德莱文吗？有德莱文，有吗？有，我猜到了。猜哇，这都能猜得出来吗？两把斧子，两把斧子呀！我猜出来了，这像个题目。完了，这是啥？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柚子画画从来画不大，小多小就画多小。这画的好形象啊！是的，画的很形象。对着百度的图片搜的。啥意思啊？布隆为什么听不见啊？布隆呢？他听不见呀。布隆啊，他听不见。布隆应该是听得见啊。拿了个布吗？他不是笼子，他不是笼子。他不是笼子，所以他就布隆嘛。你们听得好，你们好抽象啊！哎，你们能不能别那么抽象？这波确实抽象了，听不见布子啊，重点。右边拿块布，听不见是龙。来吧，我发现这个游戏里有两个黑洞，一个柚子，一个黑皮，他们两个有点黑洞。完了，这啥呀？我没见过，完了，我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我见过。完了，是进夫了吧？完了。这最离谱的是，这个柚子给我画了两个布龙。怎么又是德莱文呢？因为随机了，然后又是画了个一毛一样的。又是这个吗？你是不是复制了呀？又画了两个一毛一样的，猜不出来。然后是什么？又画了个啥？我什么也没猜到，这是个啥？笑死！我想问你，机械公敌为什么是个猫咪呀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乱画的。他不是个猫吗？他的脸不是个猫吗？忘了。妈的，扎哈、啊、没见过。完了，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哇，你这到我这儿就没了。你柚子，你能画大点吗？不是画大的话，人物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螃蟹。哦，你螃蟹，完了，开大了。
我的全员跑偏，全都在画螃蟹。不是我那个旗子画的可以了，我画那么多小虫子，还画了个大。是我觉得柚子，咱俩但凡要分开的人，不至于这么难，应该。谢谢被自己可爱死了的两个飞机。因为他们俩，因为他们俩连在一起，就所有的话，他们两个都必会画一幅。真好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应该还有最后一轮。虚空之眼，大脑壳，一个眼睛，然后他的脚是这样子的。这绝对能猜得出来，虚空之眼，鱿鱼怪。哎呀呀呀！这啥？喜之郎。哦，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他们应该能懂的。哎呀，哈森，这猜的啥呀？上一个你不会没猜出来吧？我说你这个。太完美了！又是啥呀？我天哪！我上去是一样的呀！发！这啥？双胞胎？发什么发呀？两个长得一样的是妖精，完了，我又没猜出来，这时间好慢哦，又是机器人，我怎么感觉不像机器人呢？手这么长，这不是机器人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有人猜错了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多机器人。哇，真的！哎呦我妈呀！这是啥呀？柚子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了。崩溃。放大，情侣放大呢。
的鸟可太难了。怎么又是狮子狗啊？我感觉这一次又奇奇怪怪了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奇奇怪怪。是的。是不是小团觉得奇奇怪怪的都是我画给他的。啊。好奇怪。你们画那种特征，我就不知道是谁，我就很烦。我。开始的。我有三个没打。有这个东西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我的天哪！哎呀妈呀！完了，画的好吧？在我这断了。大眼睛，这个、没见过，没见过，对吧？在我这就断了，在我这断了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柚子画的有毛病。这，我在想这是个啥？我当时就在想。从我这出的问题开大了，小天光，你发现这种开大了，我承认这波是我的问题。小天，你发现这种很完整的单词，那肯定不是我猜的。我猜到狐狸气功，这是什么鬼？不是，你写一个龟派气功，我画啥呀？我真的不知道叫啥名儿啊。离谱了，完了，这第一个话挺好的呀。哎，我怎么好像没见过这个人？我也没见过，这是到谁那出现了问题呢？这肯定是这个欧吧。我没想出来是啥这个东西。蜘蛛王冠吗？完了，完了。情为什么是情女？你在想金克斯？不行，这个你在想金克斯？我以为情女开大了。你看看哈斯，你看看哈斯，你这个，我真的，你这个，你有毛病、啊！我真的，我天哪！我完全没猜出来是谁，三十六D 吗？我都没打算猜了，我都完全没打算猜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是啥，我猜都没猜，给我看呆了。这能看吗？这是面向全龄段的直播间吗？这是收费内容吧？真的，我都没猜，我看呆了，看到这幅画的时候。完了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完了，没见过，挖掘机，挖掘机啊，没见过吗？完了，在我这出错了，我不知道有挖掘机这个英雄，我以为是机器人。我是不知道有挖掘机这个英雄。开始了。我画的不好吗？天哪！啊！我这也没敢拍，因为我刚画完一个机器人。炸弹人吗？这是？没有，他没拆了，自己自动了。对，你们俩在我前面。这种找困的感觉真好。这个画的，等一下玩完这一把就下了。这种早睡的感觉真好。这个我猜对了。这个我猜了，我画出来了。猜对了吗？那画的不咋地。我画的不咋地。我画的不咋地。你画的确实不咋地。但我在想，我在形象出来了。我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跪着？嗯，我这边忙多了，那个心思会。我一直在想有跪着的吗？对不起。妈！牛的！你们的脑洞真大呀！
吃药药，吃完药药我就可以睡觉觉了。还有没啊、哦？我说的好像差一幅画。美滋滋，你这不用猜了。啊？不是我照着上把画的，他没猜出来肯定。哦哦哦，猜出来了。我把那画了。猜出来了。猜出来了呀。他就有了。如果这个字给我，我也画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他是狮子狗。不是狮子有王字吗？没有，那是老虎吧？老虎。对呀、啊。王字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想画个王，怎么了？猜到后面，我甚至怀疑了，我说又是狮子狗。这个画的好。喝水了。喝完水我就下播睡觉了，兄弟们。狮子跟斑点狗的结合。把这一把玩完就下了。今天我好像还你这头发有点稀疏呀，凯比。你也写个王，好家伙！这个对了吧？这个应该对，肯定对呀、啊。终于对了。好了，三大局就对了两个。哎，我都没出来呢。两个是不是都是？还有没出来的吗？狮子狗，你发现没有？结束了，我们画这个。结束了，没看到过，没猜。哦，这个我看到过，我猜对了。喜之郎，喜之郎，我猜对了。鼻涕怪，鼻涕怪。啊，鼻涕。我真的，是口水吧？那叫胡子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猜？你告诉我怎么？又是机器人。我刚画完机器人，他那个啥，我就懵了，我就。你说我在黑皮的，你看我多难猜。不过在阿屯下边是挺好猜的。那你画的那么丑。对，画不了，但是猜还能猜中，就是柚子的不好猜。你的不好猜，你是真不好猜。这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机器人呢？到黑屏那就乱了，嗯。寒冰射手还有一个，还有个寒冰射手。不是，错了错了。不是吗？不是。有他一个寒冰。哦，这个我想起来了。我画的多好，橙子啊！完了。完了完了，没见过。完了完了，寒冰完了。哎呀妈！妖姬呀、啊！这拿着个拐杖。然后我就画了个妖姬。我的天，橙子你咋想的呢？我还没猜出来。完了。发打麻将。赛恩。赛恩怎么画？看我这个车画的怎么样？你看，我猜倒是猜对了。对呀、啊，三人开大嘛，画了个车，简单点儿。骷髅人，骷髅人，不匹配，只有狮子狗才对了。啊！没了。今天我竟然给了没了，完了，没见过，变成寒冰了。你寒冰没了。Q 呀，我写了个 Q 啊，肯定是 Q 啊。换主题了，我下播了。我知道什么 Q 啊。那没办法呀。我下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写了寒冰。我困了，我犯困了。我写了个 Q。画的就很形象。全是寒冰。这个寒冰。我们柚子画的全是那种形象的，什么 Q 啊，什么那种手比较长啊什么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下播了，寒冰。这是头上那几个点是打晕了是吧？我困呢。我就怕你这个也猜维鲁斯，然后结果我们猜对了，然后困了，那是什么？应该是好像没了，就三回合，然后应该就颁奖了，是不是要？还有颁奖吗？应该有个排名吧，三名、三名、四名，第二名。
是谁？不会吧？第一名不会是黑皮吧？这我没出来，不会吧？不会是黑皮吧？呀，不会吧？啊！啊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怎么搞的排名啊？哦哦、这是皇冠。这是皇冠，就是皇冠多，就是给他皇冠，就是不是觉得谁画的好吗？给他皇冠他就第一。哦哦哦，啊这样吧，不是因为猜的过吗？好吧，那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